不是林云芬想开了，单飞出道，而是替他单独代言的内衣产品做活动。只不过最近压力大，林云芬也坦诚体重掉不少，傲人咪咪也微微缩水。哦，最近是有，就是最近可能工作比较忙一点，然后无形中就慢慢的在变瘦。有缩小一个卡。啊，没有没有，没那么严重，我应该哭吧。不管被传了多少次，他被 Dream Girl 另外两名团员排挤，李云芬就是口不出恶言。就连周刊拍到三人同台画面，就属李云芬的腿最粗，他都欣然承认。跟他们比，我真的不行，还是要再瘦，因为每次说你真的太瘦了。然后，可是我自己其实是有水肿，所以我也一直有这个问题。镜头会说话，但角度也会影响视觉。一级娱乐虽然无法还李云芬清白，但至少还能证明李云芬比上不足，比下可是绰绰有余啦。壹电视采访报道。